抢先带你关心新闻焦点。欢庆世大运，台湾选手缔造佳绩，下午在台北举办英雄大游行，民众热情夹道欢迎。美国裁定钢筋反倾销调查，相较于其他被调查的名单，台湾受影响幅度最低。周三，美国海军成功进行导弹拦截试验，川普表示与北韩对话并非解决问题的答案。东芝半导体出售案再传变数，苹果公司恐怕也将加入战局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。